开饭了，今天给你个大份的，我吃个小份的就行。我吃小份的，你吃大份的，最近辛苦了。这次看见挤退了吧？啥情况？我这是又上当了啊！那我吃了，我吃了，那好吃，你吃点。欢来欢去的，看你能不能欢个明白。哎，这个萝卜真好吃。干吗？老下饭了。对。家人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萝卜干真的非常下饭。经常的话，你早上配它，用它配粥呀，配各种面食都非常好吃。它是每个都脆脆的，而且非常有嚼劲。它一共的话是两个味道，一个呢是香辣，一个是麻辣，两种味道啊。喜欢吃这种萝卜干的，一定要去拍，特别特别下饭，很好吃，而且价格也特别给力。哇！哎呀！啊？啥情况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